各位同行，各位乡亲，大家好哈！各位乡亲，大家好！罗家叔啊，真歹势哈！我即节是爱用即个台语来讲哈，我都用客气，也是用咱原住民的话来讲哈，请多多抱歉一下哈！迄、那个咱即节是要讲咱台湾语文啊，啥个即个台湾，即、這个教育台湾话的重要哈。当然，主要重点是会放伫即个台湾语文的小概啊，台湾语文的介绍这部分啦哈。这个台生咧拄好最近吼，因咱媒体当拢咧报这个有关我哥黄春明迄件代志啦哈。我先了解一下咱在座的同心啊，就讲对于这件代志，讲前后有了解的人，请举手一下，我看有偌济人啊，有几位朋友可能知影哈。较无了解，我想大多数人啊，无一定有机会，也是讲会当看到真完整的这个报道啦哈。当然，若要详细讲，咱爱开真侪时间，咱就简单，我先简单讲一下啦哈。这件代志是安怎呢？是去年5月24日，黄春明来阮台南的这个国立台湾文学馆遐演讲。爱来演讲的时阵呢，伊就我坐伫遐听，我坐伫台下听，听伊讲半点外钟吼。半点外钟了呢，我家己也摆啊抗议啦吼。是安怎来要家己也摆啊抗议？因为伊迄半点钟内底呢，拢伫遐骂人，拢骂讲吼，即台湾的。语文呢，不管你台语也好，客家也好，台湾怎么样，没有母语教育就需要啦，无需要母语教育啦。伊就举讲吼，伊高雄某一个学校呢，讲吼，下来这台语也有教，客语也有教，阮怎样也教。伊感觉讲吼，安尼会造成学生的负担啦。伊感觉讲无需要母语教育啦，就踮厝家己讲就好啊。伊一开始就否定母语教育啦，过来吼，讲像这台语啦，台语是要怎写？台语袂写字啦，台语无书写历史啦。台语呢，嘛无法度创造文学啦。我就想奇怪，那是安尼，明明以前的作者，即个用台语也好，用客语也好，甚至用原住民的，咱台湾历史上上早的书名语，顶多是原住民时代下的话呢，是安怎？即个历史，伊拢咧共扭曲，咧共误导，咱等下嘛介绍，才详细咱台湾语文的即个书写历史。所以呢，伊就伫遐骗想，讲吼。作家嘛，无需要用台语，无需要用母语书写，那袂吼，咱就用中文就好啊。就讲什么搞什么一边一国啦，什么一中一台啦，咱都拢中国人嘛咧过端午节，咱台湾人嘛咧过端午节、五日节，所以呢，咱拢嘛意思拢共国个就对啊啦，反正就讲讲个五四三，甚至到落尾佫举名道姓，讲某某人、某某人吼，因这人不伦不类。我听着安尼，当然足生气啊！所以我尾下我就甲像安尼个牙白啊抗议啊，吼！我牙白啊抗议的时阵呢，我嘛无甲抢麦克，嘛无甲即个阻碍伊发言，我甲点点都坐伫遐，就甲牙白啊抗议安尼尔呢，伊都袂堪一下呢，就甲骂啊，就冲来要甲拍，甲骂是当中呢，佮用北京话甲骂，骂五字经啦，伊就讲。他嘛得啥物话安尼啦，五字就对啊。伊阁毋是用台语甲骂哦，阁用北京话甲骂呢。你看，因遮人拢感觉讲北京话较高尚的意思，咱台湾话就较粗俗，含骂在用北京话骂呢。所以我就起毛做袂强个啊。所以后来我就甲告伊公然的侮辱啦。尾啊，最近法官嘛判伊，因为甲骂两摆，无共时间甲骂两摆，所以就判伊。这两届拢有成立公然侮辱罪合起来爱罚10000块当然，我伫法庭的时候，我嘛甲法官替伊求情，我讲我重点唔是要叫伊罚钱，或者是要叫伊让伊去关啦，迄拢唔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只是要求一个是非，要证明讲是黄春明较唔对，因为伊即卖拢安怎，拢讲我若无甲伊阿爸抗议，伊就袂甲我叫啦，所以伊是无罪。我讲同款的逻辑啊，今仔日黄春明若无一开始先开半点外钟，伫遐共骂，共侮辱台湾语文遐工作者遐作家，我嘛袂加牙白啊，甲抗议啊。我甲抗议的时候，我敢用三字经甲骂嘛无呢？我点点摕海报，我摕海报手阁会酸呢，对无？迄是伊家己无智慧啊，袂堪一修养无够，才甲我叫咧。所以呢？伫法庭的时候，我嘛有甲即个法官讲，无要紧，只要伊来咱接受我三个条件，我就撤销和解。我甲要求倒三个条件咧，第一爱公开道歉，毋是干呐对我呢，爱佮对
伊共骂遐个人，包括郑良伟教授、洪伟仁教授等等，人遐坚持用母语来创作，也是教育的遐个人，你也共道歉一下，吼、哦。啊，第二，我讲爱公布迄当时的录影带，迄当时大会有录影呢，吼、哦。但是到较近哦，就算伊互判刑啊，主办单位嘛阁毋公开录影带呢。第三，我甲要求讲，无安尼，咱来辩论。吼、哦，伊常常拢讲吼，啊，我都还袂听演讲煞个，我就甲抗议，人伊后壁阁有演讲个呢。我啊无安尼，咱来辩论一对一。吼、哦，甚至我尾仔讲，你若惊你先老吼，辩输我，因为已经七十几岁啊，要到八十岁啊。我讲你若惊你先老辩输我，啊无安尼，我让你，你会当去敬两个人吼、哦，看是要敬陈鸿明，还是讲张大川啊？最近伫报纸拢有甲伊声援，遐个人我讲你何里何里敬两个啊？我一个对恁三个。啊、公开辩论，伊嘛唔敢，所以这三个伊拢唔啦。哦，啊，公开道歉嘿，伊讲吼，私底下甲伊道歉无要紧，但是公开道歉伊袂。所以呐，民主皮唔愿迄落咧，哦，啊，所以伊就唔接受。所以尾啊，我就坚持甲过。啊，坚持甲过的时候，我嘛甲法官求情，我讲吼，安尼啦，只要判伊输呢，你甲缓刑，吼、哦，甲缓刑呢，无要紧。缓刑意思是讲。伊都若卖阁还，几当人卖阁还，伊嘛免能罚吼、哦。啊，所以尾啊法官判出来是判伊缓罚一万块，啊当缓刑两万，不缓刑两当，也就是讲，你这两当若无阁共骂，安尼罚金嘛免罚啦。但是表示讲吼、哦，你是唔对的，哦，你较无理就对啦。哦，啊，这判决一个出来的时阵呢，当然，迄个联合报、中国时报阁伫遐吼。哦，搁底下咧，唔愿输就对啊啦。哦，搁底下硬拗讲吼，哎、欸，这法官安尼判唔对，哦，讲吼，这公然侮辱罪呢，上低敢当判九千，是安怎共判一万块，先过超过迄个极限就对啊。啊，人法官有解释讲吼，因为伊敢骂两届嘛，啊，每一届拢判伊六千啦，啊，两届合起来照讲是万二，但是去甲拍一个折扣，所以算伊一万啦。哦，等于买较济啊，算咧较俗一个。哦，俗你两千，所以算你一万。啊，但是呢，伊嘛讲伊有疏忽，就是讲伊伫迄个判决书的主文顶头无讲清楚有两届。啊，事实是两届，因为我甲过阮的迄个诉讼文内底，我有写伊骂我两届嘛。哦，啊，法官伊有想讲伊有疏忽，无甲伊两届写清楚。第四讲遐联合报、中国时报遐呢，就会当遐做文章啊啦，遐标题甲用啊足大，讲吼法官承认唔对，意思讲吼。法官承认伊判唔对，其实人法官唔是讲伊判唔对，是伊有疏忽吼，啊，迄个佮看是佮用上诉方式来调整一下，无你着看要安怎改尔嘛，佮迄两改佮佮补起哩，安尼尔嘛，吼、哦，啊，但是因遐人着硬要拗啊咧，吼、哦，啊，所以即大概诶，即个过程是安尼，吼、哦，想简单补充一下，吼、哦，啊，即迄工一挂即个相片，吼、哦，啊，像这是烫衫，吼、哦，伊佮骂了会忝。骂了会流汗，所以家己烫衫真正，伊本来是有穿衫，穿啊烫甲穿一领内领裤吼，啊，搁甲吼歹穿穿，要甲骂安尼，哦，啊，这详细呢，咱有这个台文笔会呢，嘛出一本册叫做《蒋维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内底拢有详细相片，啊，搁迄当时足济团体，三四十个团体，吼、哦，有这个人数啦，还种发迄个写文章甲声援，啊，包括真济。其他作家嘛有写真济即个文章来声援，以及着即个黄春明迄工演讲，伊个详细逐字稿，伊演讲内容，我拢甲一字啊一字甲记录起来。各位若有趣味，会当去调来看。哦，即你若网络 Google 一下就有啊。哦，你若拍即个蒋文文抗议黄春明个真相，迄字内就会出来啊。哦，你若看到伊个逐字稿，你就会当了解讲，想袂到二十当前个。就是因为甲这黄春明所有的文学大师竟然做这种的演讲，实在足失望。我其实嘛是足失望嘞。我大学时阵吼，他二十当前我读大学时，其实我是黄春明的 fans， 嘛是陈鸿明的 fans 呢。迄当时我最爱看黄春明的小说啦，吼、哦，伊的小说内底拢会含一挂台语词呢。吼、哦，虽然无全部用台语写，但是会穿插含一挂台语的词呢。但是呢，二十当后呢，伊的台语词愈来愈少啊。哦，而且伊以前拢会为弱势者咧发声，哦，你较低层的、较弱势，伊会替你发声。但是呢，二十当后发现讲吼，
奇怪，伊太拢甲遮个某一个政党呢，执政的迄个政党呢，拢徛做伙呢，啊，奈拢甲外来政权徛做伙呢，甚至伊无认为是台湾作家呢，伊认为是中国作家呢，啊，我这毋是甲你侮辱，毋是甲你扭曲哦，事实嘞。即、这个伊进前前卫出版社有出一条叫做《台湾作家专辑》，伊要收录台湾作家的作品吼。啊，本来嘛要请黄春明授权，黄春明讲 no， 我是中国作家，毋是台湾作家。伊无要你收入台湾作家内底，伊甲迄个陈应真吼，陈应真的两个，伊坚持虽然伊是台湾出世无毋对，但是伊认为是中国人，毋是台湾人。啊，既然安尼时阵，哦。安尼，安内我进前咧，你看，我用这海报的时阵咧，我有写，我讲吼，台湾作家无要用台湾语文，煞用中国话创作，可耻啦！哎，为啥伊家己要对号入座？伊讲吼，我摕这海报是针对伊，我看伊几个，我那是针对伊个人，我是就事论事呢。我敢有写讲黄春明你安怎？无啊，我敢讲台湾作家，我有用台语甲中文相语啦吼，中文咱是写讲。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啊，你黄春明，你家己认为你是中国仔，你也毋是台湾作家啦。我这海报套骂着你，我这是就事论事，我是讲我蒋伟文是台湾作家啦。我若无用台湾语文，啊去用中国语创作，我感觉家己足见笑呀。啊，伊家己要对号入座咧，硬要甲拗咧，包括遐媒体讲，哦，我是你甲因骂着因遐陈鸿明、张大春因遮个人，我咧看伊鬼。张大春，伊家己都无认为是台湾作家啦，伊家己认为是中国作家呢。所以我要要求讲，啊无来辩论嘛，唔敢出来啊，敢若敢秘伫媒体后壁，伫遐甲骂尔，伫遐用迄种侮辱的方式，哦。所以因遮人足无是非呢，敢做唔敢担当啦，敢骂人唔敢出来辩论啦。啊，因为媒体拢因兜开的啊，媒体99%拢中国媒体嘛，拢因下嘛，所以就靠势媒体啊。用媒体来甲你抹黑啊，哦，所以我海报我是就事论事，我讲台湾人应该用家己的母语，台语也好，合法客语也好，还是讲咱原住民的话，咧用家己的主语安尼较好，那无我感觉安尼是足见识啊，这是就事论事尔嘛，哦，结果因硬要甲你对号入座啊，所以因这人足好笑的，哦，好，啊，这是针对这个黄春明这件代志，吼，咱简单补充啦，吼，吼，咱一寡同心的，若较无了解，会当有一寡了解，吼。好，接下来咱就要来讲到咱台湾语文啊，吼。啊，为这个黄春明这件代志呢，请问各位，什么叫做青面牛？文盲啊，咱讲文盲，吼，吼，什么叫做青面牛？想看卖咧，什么叫做青面牛？嘿，唔捌文字咧。去年即个陈鸿明呢，甲黄春明写完了呢，伊有两届来台南演讲吼。啊，来演讲我嘛是去听伊演讲啊。了，我甲举手甲问啦，我咧问讲，你陈鸿明是毋是青面牛？当然，伊拢毋正面回应啦，拢毋敢回应啦。都甲问啥，伊拢毋敢回应呢。哦，为虾米我来要问伊讲？你是不是青面牛？因为黄春迄个陈鸿明讲吼，讲这台语无法度写作，吼啊台湾文学无法度用母语书写，吼啊台湾文学呢，那的确得爱用母语，吼尤其是用台语罗马字来书写呢，安尼咱台湾文学就剩两页尔啦。我讲奇怪哪安尼？我看咧文献吼，用干那用台语罗马字书写，迄个几啊百万字，迄排起来规处经诶。哦，包括即个最近旧年底呢，由国立台湾文学馆又出版一套叫做《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即咱等下嘛介绍着吼。一套五册，迄是选集啊，为一百当前台湾的报纸出版品等等揀出来，文学性较重啊，甲分类吼，一套五集啊，五本册，着将近2000页呢。吼，结果伊甲你讲吼。台湾都无文学啦，啊！台湾文学为对来，拢是中国人载来，啊，拢是用中文书写。啊，我讲奇怪，啊，你是毋是青面牛？你是看无去？我要甲请教，结果伊拢毋敢回答啦。所以各位有机会，你若听到单方面，你甲问看卖，你是毋是台语的青面牛？虽然伊母语是台语哦，但是我怀疑伊是母语的青面，伊可能看无台语，
所以就想讲啊，台湾都无台语的文学啊。讲迄是因为你家己青面有，你看无嘛，毋是无啊。哦，啊，所以呢，啥物叫做青面牛？咱讲啊，毋捌字是青面牛。咱大多数的人拢受过中文的训练，哦，或者是受过日语的训练，还是英文的训练。但是呢，啊，咱的母语，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话也好，咱会用写的袂，会用读的袂。大多数99%的台湾人拢袂晓家己的母语书写啦。所以其实咱是啥？咱是母语的青面牛呢。我较早嘛是母语的青面牛，读大学以前，台语要哪写？袂晓啦。虽然自细汉就伫讲台语，吼、哦，但是台语要哪读，要哪写嘛袂晓呢。是到大学觉悟，开始参与台语写，开始学习台语的读甲写了，才为青面牛变做捌字的人呢。哦，为四支开变做两支开呢。哦，啊，所以呢，当然是安怎大多数的台湾人拢是青面牛，因为外来统治嘛。哦，因为中华民国外来统治，为学校甲咱剥削着咱的母语的教育权啊，无爱互咱学家己的父母话啊，所以咱变成怎母语的青面牛啊。哦，过来，咱个请教一下，咱在座啊，国外人闽南方，在座有人是越南人无？哦，我想在座咱的同心，哦，无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的啦。啊，我为啥要先问各位讲有人是越南人无？我拄则讲的迄句吼，国外人闽南方，意思讲有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无？咱就是要来问讲这个语言甲认同的问题啦。在座各位，为啥你袂认为你是越南人？咱来想看卖咧。你敢会认为你是越南人？你敢会认为你是韩国人，还是德国人？我想袂。啊，为什么袂？是啥物原因，让你认为你是台湾人？哦，咱即马先来看卖咧。咦，啊，族群的认同，为啥咱会感觉咱是台湾人？哦，还是客人，还是原住民，还是河洛人？为啥你会感觉你是倒一个族群的人？一定有啥物物件，让你感觉到啊，你是台湾人？哦，还是讲你是原住民的，吼、哦、啊！这个族群认同形成呢，一般呢，咱会分作客观条件，吼、哦、啊，加这个主观意识，吼、哦、啊，这个、客观条件是啥物物件呢？咱想看卖呢，客观条件是啥？当然，上基本的血缘嘛，啊，咱譬如讲咱的爸母，吼、哦、啊，都拢台湾人，吼、哦，所以血缘上咱就足自然是台湾人嘛。哦，啊，你若讲你的爸母其中有人是越南人，还是有人是这个德国人，哦，还是讲是美国人，啊，当然你就会感觉，你可能就较有可能有其他的无同的认同呢。所以血缘呢，是咱族群认同的其中一项的这个客观条件哦。过来，你徛起的所在，居住地，你住伫啥物所在，这嘛是会影响到呢。譬如讲，在座大多数人拢毋捌住过越南，所以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啊。同款呢，住伫越南的人，伊规世人若毋捌来过台湾，伊嘛无认为伊是台湾人啊。所以徛起的所在嘛是会影响到。哦，当然嘛是有一寡例外啦，譬如讲一寡中国人，哦，即、這个伊徛伫台湾的时阵呢，哦，啊，久长以来，照讲伊着爱偷偷认同台湾，但是伊无一定要认同台湾啊。哦，像这种移民的呢，这较特殊的现象。但是你若是土生土长的在地的人的时阵，居住地徛起的所在，对当然就真重要咯。哦，过来风俗习惯，哦，风俗习惯嘛，介重要咧。哦，你有啥物款的风俗，有啥物款的惯习，这嘛真重要咧。哦，啊，过来像讲语言甲宗教，这嘛是有关系，特别是这个语言呢。啊、哦，譬如讲，我拄只条讲要用越南话问各位，恁都听无越南话嘛？所以你当然都袂认为你是越南人啊！啊、哦，但是若有一天，各位恁也想看卖，各位恁的孙、恁的囝，若为细汉呢，你著甲等对越南，互伊学越南话，互伊关系越南的生活的时阵，你拢莫讲，啊、哦，你原底是为对来，伊会安嘛？真有可能伊认同了，讲伊是越南人啊！啊，除非讲你伫个教育当中，伫个成长当中，你有甲伊讲啊，你是为台湾安怎安怎安怎，伊可能才会想哦，伊个祖先是台湾人。那无个时阵呢，伊一定会感觉讲，伊嘛是越南人。
哦，所以以上这呢，这拢是造成这族群运动的一个客观条件哦。啊，当然这客观条件对几项较重要，这个真歹讲啦。哦，这个 case by case 哈，都变看无同的情景呢，无同的条件，无同的重要哈。啊，那伫咱台湾的东方哈，我认为呢，这个语言呢是介重要一项。啊，你也是，是不是讲像美国呢？美国黑人甲白人，伊个区分是靠啥物来区分？嘿，伊个皮肤色嘛，都黑人咯，吼、哦，还就是呾伊种族个某种程度嘛是黑人呐，吼，种族这方面啊，皮肤色无同，话较黑话较白嘛，所以就当先区真明显的区分出来。虽然讲伊拢讲英语，但是伊个皮肤色无同，所以当真明显的区分出来，啊、哦、啊！但是其实美国吼，你看美国白人，咱唔通想讲白人拢同。拢共个呢，美国白人嘛做侪种呢，伊会为即个英国移民啦，会为德国，会为北欧，为法国。其实美国白人做侪种，但咱看着拢共款啦，你分袂出来啊。所以我以前还袂去美国读册时，我嘛讲，哎，美国白人敢若拢共个呢？尾仔去美国读册时，才发现讲，哦，因遐美国白人嘛分百百款呢，做侪种个呢。无讲嘛毋知呢，我以前嘛有一个英语老师，伊是白人，伊讲因老爸迄代是为瑞典。为瑞典遐来的，吼啊，或是为即个芬兰，还是为法国来的，吼、啊、为阿公阿妈，还是讲爸爸妈妈迄代来的。但是呢，你若无讲是，你分袂出来啊。啊，所以伫迄个情景的时阵是啥？因为伊拢边边拢白色个，所以就爱呐语言呐，啊无你就爱有风俗习惯呐。所以像美国，我嘛捌参加过因美国遐有一个砖头遐爱尔兰的移民较济，因得维持着因爱尔兰的一寡。风俗习惯，哈、哦，所以安尼因才会当维持着因爱尔兰的这个民族意识甲传的落去啊。所以呐，伫咱台湾这时阵呢，各位，除非少数啊较特别，咱原住民可能皮肤色有较无同之外，一般来讲啦，你分得出所有的荷兰人、客人分得出来袂？你分袂出来啦。尤其即马大家清查，食物愈来愈同呢，哦，啊。无像以前吼，为以前讲啊，即个客人行业的即个传统的即个服装啦，哦，较无同啦，吼，啊，种食物较无同啦。但是咱即摆呢，足济，比如讲客家的擂茶吼、擂茶呢，哎，大卖店嘛拢伫卖，四界嘛拢卖会得，吼、哦。啊，你讲迄个较大红的、大红花的花布呢，啊，四界嘛拢卖会得啊咧，无像过去安尼。所以你即摆你若无讲的时，你若无讲合法。哦，你会当知影你是客人无？人毋知影，所以伫咱台湾即个时阵，你若无讲用语言来区别，你看袂出讲有无共个族群。哦，共款个道理呢，即摆中国人客愈来愈济啦。哦，啊，即中国人伊来清查嘛，甲咱愈来愈像啊呢，但是较无共个是啥？语言啦。伊若急点点拢卖讲话吼，啊卖黑白配谈吼，你看袂出伊是中国人啊。吼、哦，对无？伊若卖配谈、卖讲话，你敢看得出伊是中国人？看袂出来咧。吼、哦，卖黑白当笨手的时阵，对无？你看袂出伊是中国人啊？你若点点的时候，伊看袂出来呢。啊、哦、啊，所以呢，今仔台湾人甲中国人要区分的时阵，上简单、上方便的啥？语言嘛。啊、哦，用语言咧区分呐。啊、哦，同款的道理呢。咱即卖嘛，作者为东南亚。移民过来咱遮，或者个新移民吼，比如讲印尼啦、菲律宾啦，哦，也是讲即个越南上济吼。伊若无讲个时阵，你其实嘛分无啥会出来呢。伊尤其若来遮住久了，哦，你若拄来可能越南人会较散吼，还阁看会出来。但你若过一站了，住三五栋啊了，啊，穿衫拢甲咱足共个时阵，其实伊若无讲话时，你嘛听袂出来，你嘛无法度区分讲伊是为越南来个新移民的。哦、所以在咱台湾这个地呢，语言就变上重要。啊，过来族群会当认同会当形成，当然唔是讲你讲台语就绝对会认同台语啦。哦，啊，佫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就是你有只客观意识了，你个主观上，哎、欸，我就是讲台语的族群，我就是讲合法的族群，我就是原住民。好、哦，你得还佫有主观的意识，而且主观意识是啥？就是要有启发啦，要受到启发啦。就真正讲，咱台湾人过去原住民是遮个
上早的主人嘛。啊，有一部分咱的祖先有一部分为中国移民来，这嘛是事实的。啊，移民来了的时阵呢，伊拄开始嘛，佫想要回去嘛。三这个啊、哦，过年过节的时阵，吼、哦，伊可能想要回去咧。伊感觉伊的故乡伫对，可能伫福建咧，伫厦门咧，伫漳州、泉州咧，吼、哦，还是伫广东咧。但是一代、两代、三代，过几若代了，伊就到达安那本土化去啊，还是讲这个人类学顶头人讲的土著化去啊咧，伊就变成在地人去啊咧。哦、啊，在地人了，伊的主观意识就偷偷走出来啊。所以你看咱台湾的俗语嘛，真济啦。譬如讲，咱过去讲“登山客对半岁”，咱就开始会区分啊，因遐登山人。啊，咱在地啥物人？台湾人啊，在地人啊。哦，啊，为登山来遐登山人嘛。啊，因为登山人诶，为啥爱对半岁？拢做个好人啊，做生意买卖无老实的。哦，所以咱讲登山客对半岁。哦，所以呢。迄、那个主管意识嘛是得爱有，爱有觉醒了，你才讲啊，我是台湾人啊啦，哦，就甲中国迄边是大大无共啊，哦，啊所以呢，像这呢，咱就是爱有主客观条件甲主观条件，然后经过一段历史过程，哦，啊这个历史过程差爱偌久，爱有未少的时间呐，哦，至少。三代要搁啊无，要无啥够。我观察是上无爱百五当至两百当以上。为什么会安尼呢？哦，我用越南的例简单来解说一下。各位，伫十七世纪的时阵，郑成功因捌来台湾嘛，哦，因经营台湾遐二十几冬。啊，迄当时呢，明朝末年的时阵呢，其实不止郑成功尔，足迄当时足济。遐个明朝的遐个遐将军呢，啊，遐个部下呢，四线走四线，哦，啊，当然郑成功呢，伊是其中一旁较大旁的来咱台湾的，啊，其实郑成功伊原底嘛有想要去对，去菲律宾或者是去越南，所以郑成功伊的部下呢，嘛去越南哦，带领几若千名士兵刷去越南，啊，刷越南了，因即摆伫越南叫做啥？叫做闽乡人呐、啊，闽乡人啊。因越南话叫外闽乡啊，外闽乡就是讲，伊是明朝的人，所以叫闽乡人。闽乡人才三百几当钱，但是闽乡人去到越南三百外当了，差不多拢安那，拢在地化。我有去访问，伊拢讲越南话啦，伊敢那听祖先讲啊、哦，我的祖先捌为中国过呢，但是伊的祖先拢啊，拢平啊，就甲当初是郑成功。带来遐兵啊，同款，拢查甫个较侪啦，有惯俗个足少个啦，大多数拢就亲像国民党带来拢啦，拢老外较侪嘛。所以伊来到当地了，去到越南了，安怎带当地越南人啊，尾就套南去啊嘛。所以因个文化、因个语言完全就甲越南结合做伙啊。所以你讲即摆遐外闽乡呢，我访问个无一个会晓讲北京话，嘛无人会晓讲厦门话，还是福建话，伊拢经同化。啊，伊个身份证我甲看。拢叫做越南人啊，元金啊，越南的金族金族啦啊，迄越南的越南人叫做金族啊，金族，伊顶头拢登记金啊，金族啊。但是佫有另外一种族群较慢的，差不多十九世纪末期，还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时阵，则陆续因为战乱，安怎战乱呢？明即、這个即、這个明迄、那个清朝末年的时阵呢，迄当时孙文要革命啊嘛，哦，迄当时就。开始有四线嘛，啊，过来日本迄当时侵略中国咧，啊嘛共款，吼、哦，佫有一挂人要逃难咧，啊，过来国民党佮中国共产党咧，因伫内战的时阵，嘛佫一大量佮走路，所以一直走一直走，像遮咧，他即一百外当前，较走路去越南的咧，我访问的大多数拢讲，啊，伊的祖国是中国，伊袂像迄外闽乡闽乡人讲，啊，我是越南人啊，袂啦，所以我佮看吼。客观上来看，上无爱百五当以上，百五当差不多爱偌济，差不多五六代，差不多五六代。而且迄是爱安怎？伫正常的状态之下，譬如讲伊去越南了，当地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教育是啥？是越南的教育、越南的媒体，所以会豆豆互本土化去。啊，你若像讲台湾这种例哦，咱的教育、咱的媒体落伫谁的手头？落伫中国人的手头呢？所以你看，中华民国伫学校教育上啊，
教咱讲着爱做中国人，袂使做台湾人咧。教咱着爱放弃母语，着爱学北京话呢。伫即种情形之下，百五党伊会本土化袂？袂啦，因为既得利益者啊。你啊看，到到即摆马英九也好，也是好北川也好，因遮个人有本土化无？无啦。若要选举的时阵讲伊是台湾人，啊，若选了伊就中国人啊啦。所以呢，认真讲，你若无百五党至两百党以上，遐个人讲要会本土化是真困难，而且迄伫正常状态之下较有可能。所以中遐中国人来台湾几党？六十几党尔咧，差不多1945年左右来，嘿，他六十几党，遮个人你讲会本土化呢？当然，咱毋敢讲100%拢袂啦。嘛有少数的人，譬如讲像金恒伟啦，啊，像讲以前的廖中山啦，伊遐外都会遐，但遐人侪也少，少数啦。九成以上，伊还认为是中国人啦，而且毋但是中国人俩，佮感觉伊是高尚的中国人。啊，咱台湾人是啥？低级的啊，吼、哦，粗俗的、低等的啦。因遮人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讲五六十当了，因就当本土化，哦。无啦，咱台湾人毋通浅想啦，毋通想过浅想啦。咱着想好真，咱甲回想因中国个历史着好。孙文当初时要革命个时阵，迄当时满清统治中国偌久啊？两三百冬啊呢？满清伫中国，迄边中国已经两三百冬啊呢？结果孙文提出来口号是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是啥？满洲人啊。两三百党，伊都无认为伊是汉人，都无认为伊是已经当本土化个。遮中国人来台湾糟蹋咱六十几党，咱着要甲接受啊 ？No， 无着代志啊。当然，咱毋是讲咱着要甲清算，咱是爱论是非，就事论事。你要规划做台湾人 ，OK， 但是你个权利义务爱对等。你要成为台湾人，你也甲我拜托，也甲我申请啊。啊，你台人爱徛伫台湾这边啊。你袂使安怎食碗来洗碗外，哈！你徛台湾，结果你讲替中国讲话，哈！啊叫中国甲咱拍，甲咱要拍要止，哪会使安尼？对无？今仔日你其他外国的人要来申请规划做台湾，咱嘛是爱甲关出来，莫讲啥。咱台湾人若有人无愿意要继续摕台湾的国籍，想要去即个，譬如澳洲，还是法国、英国，要申请规划做外国人，人敢就一定爱甲你收啊？你嘛得爱符合人的条件，人较要甲你收啊。所以同款的道理嘛。所以咱台湾人拢成软心啦，拢成戆啦啦。所以就互安怎，互软土深骨啦。遐中国人伫遮讲，哦，你安尼啊，伫挑起族群，是啥物人挑起族群？是遮中国人伫挑起族群呢？因遮做菜的话掠菜呢，咱无都还袂甲清算，都还袂甲讲啥，伊就咧讲咱挑起族群。伊外来通知呢，因遮个所有老欧啊，遮个老英民呐、啊，对蒋介石来遮老英民，即摆大家退休了，一个月领几万块呢，健保也拢免钱呢。咱国家一党，即、這个中华民国政府一党爱编一两千亿干饲呢，啊，结果咱家己正港个台湾人遐老农民呢，一个月当摕偌济啊？咱是做牛做马呢，啊，因遐个人是享受干呢？所以呢，这实在是足无合理的啦。所以咱来看讲，这个族群认同吼，伊要在地化，其实有一定的客观的条件。咱唔通凊彩想讲，因着本土化，还无影啦。那正讲本土化，你也看最近这个蒋介石甲蒋经国，因这两个都过身去啊咧，嘛唔台呢。咱台湾人已经释放出足大的善意，讲好啊，无你咱和解吼，欢迎你台。在迄个五指山遐呢，嘛有真大个空地要互伊台呢。伊个子孙安怎讲？暂时三万只，意思啥？伊还咧想讲要转去中国啦。我讲啊，要转紧转去啊！咱台湾人煞着搁开咱个钱，互伊踮遮遐嚣摆，应该较赶赶转去啊，对无？咱遮包容啊，要互你踮遮变做台湾，你都搁要甲咱配谈配呐？啊！咱台湾哪会遐软心哈、啊？你啊，既然要来赶转去嘛，叫伊转去啊，对无？新煞遮中国人全部拢撮撮转去嘛，对无？咱若安尼讲者，就讲咱搁伫分化族群，头伫分化族群。啊，因遮个人咧，
伊甲咱种做厝顶的公民，二顶公民呢，二顶人尔呢，哦，所以实在是足无理的呢。好，啊，咱即摆就了解讲，即族群认同过程当中呢，伫台湾语言是介重要，所以你也看咱中国遐中国人伊嘛真巧呢。另外，1945年来到台湾了呢，伊安怎？伫学校教育内底，就叫咱学北京话啊。莫讲家己的族语啊，啊，甲你骗笑，讲你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话，迄拢足无水准的。哦，啊，伫媒体顶头就甲你塑造，哦，那歹人拢讲台语，拢讲台湾的语言，啊，那好人拢遐讲北京话、讲字的，哦，啊，过来，哦，媒体也好，教育也好，规个拢因六条，伊目的是啥？要甲咱洗脑，要甲咱同化嘛。所以语言是非常是介重要的一个向顶的工具咧，啊、哦！结果咱台湾人大多数拢无去注意到，拢讲想讲啊，这语言的交通的工具尔咧。其实语言不只是交通的工具啦，伊嘛是一个文化的传承，甲这族群认同真重要一个标记啦。啊、哦！啊，这是咱台湾人爱注意的啊、哦！啊，所以呢，来讲一般呢，语言呢，你若讲是外国话。譬如讲，我迄当时去学英语，还是去学日语，还是学越南话呢？是因为我要去遐留学，吼，啊，要学，吼，诶，一寡学习人一寡伊个即个学术上，吼，人个一寡，哎，伊个人个成果呢。所以呢，英语也好，越南语也好，对我来讲，迄是交通个工具嘛。因咱要去遐留学，要遐做研究，咱第一项个语言呢。但是呢，咱家己个族语、家己个母语，迄个不只是交通个工具尔。哦，所以这唔通难做伙啦。那语言啊，交通的工具尔呢？啊，中国人何必逼咱学北京话？啊，遐张大春遮个人，为虾米我甲吐槽呢？因就伫遐气噗噗。为虾米黄春明叫咱台放弃北，迄、那个放弃母语，台迁就北京话接受中文？哦，啊，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即、這个概念吼、哦，啊，大家爱小参遐注意一下吼。哦啊，过来呢，咱即摆来过来讲一个，啊，若安尼呢，啊，咱台湾的语言到底有多几种？啊，当然，台湾的语言呢，啥物叫做台湾语言？啊，北京话有算台湾语言无？啊，即摆真侪人讲，哦，北京话嘛是台湾语言呐、啊，嘛是台语啊，啊，你袂使排斥伊啊，哦，啊，若安尼讲，越南话嘛是台湾语言呢？咱即摆嘛有足侪越南人啊，哦，啊，我嘛样讲越南话啊，啊，安尼越南话毋就变台湾语言？啊，咱嘛有足侪泰国、印尼、菲律宾，吼、哦，过来咱遮咧，啊，遐毋着全部拢变台湾话，吼、哦，啊，咧全世界伊个拢变台湾话啊咧，吼、哦，啊，啥物是台湾话呢？吼、哦，咱台湾语言呢，哦，是基于伫自然状态的迁徙之下呢，经过土著化，吼、哦，就是本土化，而且呢，佫有台湾传统的历史文化的代表性，而且外界普遍是安尼认为。啊，即咱就来讲，伊是台湾的语言，台湾语言啊。啊，台湾语言当然就有咱原住民各族群即个语言，过来就是合法客语，过来就是咱即卖伫讲的即个台语。基本上这三大类是台湾语言啊。啊，即伫外国，之前我伫外国写论文、博士论文、台湾也是讲硕士论文，我拢甲称呼，甲因即种称呼是台湾语言，无人会反对的啦。哦，啊，你若讲北京话是台湾语言，即都有问题啊。哦，还是讲英语是台湾语言，还是讲日语是台湾语言，这都有问题。啊，哪下要哪个定位？因这语言是要哪讲？遐应该是讲，遐是有国民在使用，哈、哦，有台湾人在用英语，这嘛属实 OK。有台湾人在用日语，有台湾人在用德国话，还是有台湾人在用越南话，就 OK 嘛。遐叫做国民的语言，国民有在使用的语言。啊、哦，咱也是这个，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台湾语言呢，甲台湾话，或者是台语呢？这是两个无同的概念，哦，即咱得爱分好清楚哈、哦。听者拢会甲台语呢，甲台湾语言呢难做伙哈。啊，实在讲呢，这是两个无同的一个概念哈、哦。咱用画图的方式来看，可能较清楚哈、哦。台湾语言呢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有客语、台语、西拉雅哈、阿密斯、阿达雅等等哈，其他的原住民语言，这拢是台湾语言。啊，若是咱拄则讲的华语啦、英语啦、越南语等等呢，啊，这拢是国民有在使用的语言呐。啊，若台语呢，伊是
单纯，就是基咱即摆咧讲的即个语言。啊，当有个人讲，安尼台语会排斥着客家，台语会用台语呢会排斥着原住民，这是两回事。这就咱主要讲的，就讲台语呢甲台湾语言呢，这是两个无同的概念。好，这分得清楚，袂使南南做伙啦。咱用一个简单的道理来讲就好啊。请问台大台台是啥物意思？台台是台湾大学嘛？啊，咱敢会甲讲，你袂使叫台台哦，因为我是伫成功大学，成功大学嘛是台湾的大学啊。哦，啊，你太台台就叫你是叫做台台。哦，啊，那我成功大学嘛要叫台台。哦，啊，我那政治大学，我嘛讲，我嘛是台湾的大学，啊，那我嘛要叫做台台。哦，台台迄是一个专有名词尔，并无代表讲全台湾就敢那台台是台湾的大学啊。哦，啊，过来，佮另外一个例，譬如讲，台南，哦。台南敢甲即个台湾南部敢是伊个简称？毋是啊，台南甲台湾南部迄嘛是两个概念嘛。哦，你高雄人敢会当抗拒台南讲？我高雄嘛是台湾的南部啊，是安怎你台南才叫台南？啊，我高雄嘛是台湾南部啊，这是两回事嘛。台湾南部的关系有包含高雄、屏东、台南嘛。哦，啊，台南迄是一个专有名词尔嘛。哦，所以台语呢，甲台湾语言迄是两回事。哦，啊，咱即摆呢，过来讲吼，咱话人讲，这台语唔好啦，咱来叫闽南语，哦。请问闽南语是啥物意思？认真讲，闽南语是咧骗想人诶呢，是咧讲侮辱诶呢。各位，你来甲注意甲查，闽南即个闽是啥物意思？东汉苦心说文解字内底伊有讲着，用闽东南越抓境，哦。东南越的蛇的子孙就对啦，啊，也是讲迄个民族呢，啊，以蛇做都城，是野蛮的民族。这个清朝的时阵呢，段玉裁啊，伊有《说文解字注》，伊就针对《说文解字》，伊个详细解说哈，伊解说安那啥物事蛮，用东南越夷蛮之国呀，夷蛮之国呀，啥物意思？野蛮的国家啦。所以蛮是啥？伊阿蛮的国家的意思啊，哦，啊过去北方人咧讲福建遐人叫做闽南，哦叫做闽呢，啊因为迄当时的人读册的捌字的无几个嘛，哦，啊佮方面面唔知啦，就敢若袂输讲三十当前，迄当时咱原住民，哦，人甲骂讲啊你番啊，啊是山地啊，有当时话人嘛讲啊番啊是啥物意思？原迄山地啊啥物意思？哦，啊其实有拢有带有讲歧视。的意思嘛，所以后来咱就正名改做原住民呢。结果呢，即卖你讲佫叫用闽南话，闽南人，这是做无理的呢。哦，闽这是歧视的，这唔啦歧视着台湾人呢，嘛歧视着福建遐人呢。啊，福建人互歧视了，家己唔知呢。所以认真讲，这闽这是爱改啦。哦，所以第一就是讲，这个闽呢，基本上伊就是有野，就是野蛮的意思，是歧视人，一人看轻，共侮辱的。所以这照讲就爱改啊，所以像这呢，咱几当前，咱有有一个反对闽南语歧视称呼正名联名呢，哦，迄当时真侪社团嘛是有去到这个中华民国教育部间抗议，因为教育部吼规定讲吼，这国校的课本呐，啊是国校内底这课拢爱叫做闽南语课啦，啊，所以咱有甲讲反对，我是台湾人啊，我也毋是蛇啊，我讲的是台语呢，毋是闽南语呢，啊，这是迄当时的。哦，像这是迄当时的一挂相片哦，咧社团去啊，抗议的一挂相片。啊，过来，拄则讲哦，这闽其实是有共歧视的呢。过来哈、哦，我就找出一个史料，啊、哦，这个史料是啥？这是在1950年代到1957年的时阵哈，迄、哦、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的这个国防部呢，又出版一本。叫《注音台语会话》，顶头阁有蒋中正题名，啊，蒋中正所写哈，啊，伊题名的。你看，国民党拄来台湾的时阵呢，其实伊嘛是用台语这个名称呢。啊，差不多过一二十冬了，伊才发现讲袂使，袂使阁用台语。为虾米？伊惊台湾人意识升强啊，啊，伊惊讲台湾人呢，会觉醒，会知影家己是台湾人。因迄当时呢，伊咧逼台湾人呢，就爱。学中国话嘛，啊，就爱啊读中国历史，变做中国人呢。
所以伊惊台湾人意识个单愈来愈强，所以呢，伊就安怎从此以后讲，袂使阁叫台语，啊叫做啥？叫闽南语，啊甲中国做连接啦。啊，认真讲台语这词，伫台湾已经用百外冬啊呢。日本人来时就拢用台语台湾话安尼啊呢。过来穿这個，你啊看，这因中华民国1944年，就是1955年的时阵，因中华民国的国语催训委员会。因的册量哈，迄东西叫啥？台语方音注符号啊，伊啊，就是因拄来时嘛是承认讲啊，你这個台语啊，哦，是后来因家己先政治化，为着要消灭台湾人的意识，才把这个台语改用啊，才要改做闽南语啊。啊，过来，有人讲，啊，讲台语就会排斥着客家，会排斥原住民，我这是误导啦，这是两回事啦。那要认真讲，啊，你若讲闽南语嘛袂使呢。因为闽南地区，咱即摆看这个图吼，伫福建闽南地区讲闽南话，但是闽南话呢，闽南地区呢，除了闽南话之外，佫有啥？这是客语，较朴实，这规片的，这是客语的分布的所在。伊也就是闽南地区嘛有客话呢，啊，若爱讲闽南话嘛是会排斥着即个客人，吼，住伫闽南地区的客人啊。啊，佫来闽南地区呢，闽南话呢？除了分布在闽南地区之外，在广东，吼，咱即摆看广东的东平这，这嘛是闽南话分布的所在呢。伊也就是所谓的闽南话，伊分布毋是讲伫闽南尔，伫广东嘛有呢。啊，若个闽南话，你就无包含着广东地区遐个闽南人啊。啊，所以闽南是来讲，即个词是啥？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学者做出来啦。咱无迄个义务来接受用因的即个。这个名词啦，哦，好啊，这是以上，这是先针对这个台语的这个词啊，哦，咱就做一个讨论哈。啊，过来，什么是台语文学呢？啊，哦，当然用台语来创作的文学，就是台语文学。啊，什么是客语文学？啊，哦，学法的文学，当然就是用客话、用客语来创作嘛。啊，哦，啊，咱这针对台语的部分，咱来先简单来介绍一下呢。台语是要哪写？好，咱过去呢，包括我以前嘛是呢，哦，以前也无学过啊咧。啊，到底台语是要哪写？啊，哦，基本上呢，哦，有三种，现初时有差不多三种的这个写做法啦，哈，哦。第一种是全汉字，全部用汉字来书写，啊，哦，啊，这像过去有真侪这个歌册的这个歌册的遐文献，伊就是用汉字来书写，这咱等下过去看哈。佮，哦，另外一种是用罗马字。全部用罗马字来书写哈，搁一种是较新的，这是差不多改元以后，啊，哦，差不多即二三十年来呢，较侪人咧用汉罗合用，就是汉字甲罗马字难咧用的方式哈。咱再来看，像这种呢，啊，哦，这就是这个，像讲这是些古早歌册啊，这個，叫做《好心梦啊大正歌》，啊，这过去咧用汉字来书写。啊，这种用汉字来书写呢，你若无学过，其实你也无一定读有啦。虽然你会用中文，但是你无一定读有啊，哦。你像讲这句啥意思？啊，哦，无论啥货有性地啦，啊，哦，你用北京话读，无论神或有性地，你根本就听无。伊的意思讲，无论啥物人呢，你拢有脾气，拢有性地啦，性地咱台语讲脾气，哈，哦，拢有性地就对啦，哦。诶，啊，就是讲这个。啊，伊即讲好心帮啊起冤家啦，为着生活吼，安怎安怎安怎，还讲好心要去夹草吧，飞去惊着蚊啊卡啦，吼，啊，即好心刻意大哭白，唔惊蚊啊伊一下，啊，就安怎？伊即是利用好心甲蚊啊冤家吼，啊，互相等于闹人，当然唔是闹人，是闹虫拖啦，闹一挂昆虫啦，啊，你介绍无同款的昆虫，互囡仔知影安尼，然后伊故事大概是安尼，吼，啊，即是古早即个。用汉字书写的方式哈，啊，其实咱客话嘛是有，学法嘛是同款，啊，有用汉字来书写哈，啊，过来，另外一种呢，这是用罗马字来书写，来一看嘛，这是啥物？标题是写啥？嘿，对，创世纪哈，创世纪圣经头一页哈，诶，啊，像这呢，这全部用罗马字来书写，啊，过来另外一种叫做汉字书写。哈，哦，像讲故乡的田园，即陈明仁所写的诗，啊，邓丽人意思所谱的曲，
叫做故乡的田园。哦，来，敢有人要来甲咱试读看卖呢？无，咱做伙来念看卖呢啦吼。嘿，脚长长，想要烧少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飞偌远？哎、哦，开始以前来呢，吼、哦。敢会飞过阮故乡的田园？哦，哎、欸，这样，怎么电脑呢？歹势啊，这小等一下，敢若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起的哈。啊，这是陈明仁所写的真有名一首诗哈。啊，陈明仁。过去呢，拢用中文写作，但是差不多1990年代开始呢，伊就全部拢改用台语来写作，啊，还是伊主要拢是写台语诗、甲台语的小说，啊，嘛非常有名，啊，伊早前呢拢是做政治运动，哈、啊，但是尾啊，伊发现讲，这政治运动无法度完全解决台湾的问题，爱佮加上文化运动，哦、啊，所以才投，我看这下起。所以伊才投入这个哦，好啊，投入这个台语文的推广甲写作吼。好，来咱过来哈，伊讲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着怕远，简单春着一曲赶梦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着怕远，简单春着满腹心酸。十五暝月光光。借阮窗仔门，月娘啊月娘，会当借偌远？敢会借到阮故乡的田园？哦，这是这个啊，故乡的田园哈。啊，汉乐合英呢？为什么有这个汉乐合英？主要是因为哈，现初时迄个中文教育大汉的咱这些大多数的人呢？要全部用汉字，还是要全部用罗马字来写，拢有困难呐。哦，因为咱细汉拢受着中文的毒太深的咧，常常要改做全汉字，还是全罗马字，较困难。所以，就变成用汉字的形式。哦，你若汉字会用写，你就用汉字；，啊，若袂用写的，你就用罗马字。哦，大原则是安尼。所以，即卖汉字是上普遍的即个台语的书写形式。啊、哦，大多数即卖台语的出版品呐、啊。台语创作的作品呢，差不多是汉罗的方式哈。啊，罗马是平均册啦，差不多5%、10%左右啊。啊，平均册差1%左右的罗马字。啊，这种形式类似咱这个日文，日文有这个汉字甲卡纳南做伙用的这种形式。好，啊，咱今仔过来讲这个台语文的这个书写历史哈。这个单方面啊，和黄春明和拢讲吼，这台语无书写历史。台语嘛，无法度真做文学语言，事实干嘛呢？尤其是单方面，伊是正代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呢，竟然讲这个话啦，哦，实在是真恶心呢。啊，咱这样来看，认真讲啦，台湾语文的白话书写历史呢，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啦。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1919年啦，哦。迄差不多将近要100年前呢。迄当时1919年，中国甲五四运动较开始全面要做白话文啊，会写作呢。但是伫迄进程，咱台湾就已经用白话文来咧创作、来咧办报纸啦。啊，咱今仔来讲一下历史。啊，要讲台语的即个白话书写历史，咱先查即、這个原住民部分吼。西拉雅嘿，上早呢，认真讲，台湾上早的书名语是西拉雅。哦，迄当时啊，荷兰人甲罗马早来台湾时阵，伊互正互咱原住民，特别是边部族吼，尤其是南部，即、這个西拉雅遮呢，伊迄当时有编真侪教材啊，《圣经》，像这是1661年所编的即个《马太福音》吼、哦。但较可惜的是，后来又断经去啦。啊、哦、啊，另外台语呢？白话字这部分是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哈、哦，台湾怪书阁把罗曼传起来，哦，啊，当然这下罗曼即卖还阁有人在用，哦，咱再来看一下，哈、哦，这样呢，咱通称俗称叫做白话字，啊，像这是过去呢，诶，这个白话字的这个教材，哈、哦，啊，阁来字典嘛有呢，啊，现存上早的这个字典，哈、哦，1837年 Medhurst 哈、哦，伊所出的这个福建方言字典，或者是1873年。
吼道家德所编的这《会影大书典》，或者是咱台湾啊第一本伫咱台湾出版的这个《厦门音信字典》，哦，甘伟林牧师所编的《厦门音信字典》，哦，啊这本字典呢，嘛是咱台湾用了上普遍的，即卖还阁有伫卖。哦，啊，即卖有改名，叫做甘伟仁台语字典，啊，由这个台南的这个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出版，哦。啊，其实字典要真侪，咱这是举一寡例，哦。啊，像这就是这个道家德所编的《会影大书典》，啊，伊像这内底呢，有这个白话字，啊，佮有英语对照，哦。啊，佮来像这呢，《厦门音信字典》，哦，有白话字，啊，附字汉字。啊！伊解说全部拢用白话字个，哦，啊！即即摆伫教会内底嘛，阁真侪人伫用吼。啊，过来除了字典之外，报纸嘛有呢。1885年，台湾上早个即个白话报纸呢，1885年吼，台湾府城教会报，啊，伊就已经用即个罗马字，台语罗马字白话方式来咧办报纸。啊，咱拄则讲中国五四运动是甲当时1919年呢，吼，啊，咱伫伊。进前30几冬，咱就已经用白话文来咧办报纸咧。哦，啊，有个人会讲，啊，这报纸甲咱台湾文学、甲咱台湾历史有啥物关系？啊，迄毋是教会内底人咧用尔呢？这话毋是安尼讲哦。咱若甲看吼，近代欧洲因个国民文学也好，因个民族意识也好，个形成拢甲圣经有关系，拢甲圣经个推广。啊，安怎讲甲圣经有关系？因为古早呢，伫欧洲呢，因个圣经拢用拉丁文写，一般人伊毋捌拉丁话啦，嘛毋捌拉丁文啦。哦，伊可能讲平时讲德国话，还是讲英语，还是讲意大利语呢？啊，啊，迄个教堂个时阵呢，迄个神父呢，哦，伊则看拉丁文圣经，啊，则甲解说做当地个人听有个语言呢。所以拢是透过神父来滴翻译就对啦。啊，落尾呢，像马丁路德，因就提出宗教改革，吼、哦，伊提出诉求讲吼，遮个神父啊，或者神职人员呢，有当时啊会歪错去啦，扭曲着上帝的话啦，人上帝要怎讲，甲伊共翻译出来、共讲出来无共呢？伊会黑白解说呢，因为信徒看无嘛，啊，你安怎解说拢主宰你讲的啊？哦，伊讲你黑白怎，我嘛毋知。所以呢，迄当时的中国世纪后就发生足侪问题，就是好的神职人员嘛有，但歹的嘛袂少咧。所以伊就提出宗教改革，伊提出改革讲，咱爱好咱的信徒会当直接甲上帝直接，哦，你直接甲上帝直接就好，唔免透过这神职人员，啊，要哪才能甲上帝直接？上好的就是你会当家己看圣经嘛，你唔免透过翻译嘛。所以呢。马丁路德伊就甲拉丁文的圣经呢翻译做伊所使用的德国话，甲翻作德国话。所以德国话伊现代德文的书写源头位对来，为圣经的翻译来啊，为拉丁文翻译做圣经。而且圣经呢，我正做伊的一个标准呐，现代德语的标准是安尼来的。哈啊，意大利人，哈，也是讲法语、英语，大多拢是安尼，因为翻译圣经的关系。啊！你伫教会内底，甲圣经翻译好势时，啊，圣经翻译好，啊，信徒若看无嘛是无效嘞。所以就爱安怎，爱甲信徒教好会向读甲写，互因会向看德国语的圣经，会向看意大利话的圣经。所以呢，伫教会伊就开始推动读甲写。所以遐个人开始就呐，青面有则大大减少啊，变作大家拢有受教育嘛。啊，所以欧洲因近代即个。国民文学就是安尼，吼，包括国民的教育就是安尼形成的呀。为啥因近代的这个国民的教育的水准，会伫18、19世纪的时阵，吼，赢过中国，赢过亚洲？因为因开始对着要普及圣经，啊，为着要普及圣经，就爱开始教你读甲写嘛。所以一般人会当读甲写了，伊就安怎，会当应用啊。除了读圣经之外，伊会当摕来做其他的用途啊，像讲。啊，咱来做一下电影调查，也是讲，甲咱细汉，迄摇囡仔歌，听到囡仔故事，听到俗语言语，拢甲记录起来嘛。哦，咱来去做电影调查，啊，记录起来了安怎？甲出版啊，踮学校教，踮教会咧教，开始，德国人
伊就迄德国人的意识出来，伊讲哦，咱拢共国个呢，咱拢共民族个呢，哦，啊，咱唱共款的歌，唱共款的啊，听共款的故事呢，所以迄个民族意识是安尼形成个呀，包括伊民族个文学、国民的文学，就是安尼形成个呀。啊，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翻译，伫欧洲因的近代民族意识也好，国民文学也好，伊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台湾其实嘛是共款，迄当时。那种十七世纪的时阵，迄当时的希腊雅语的卖迄个等证，会当继续使用的时阵，凡说咱即卖全部拢是希腊雅王国啊的国民啊，啊，咱的国语就是希腊雅话啊，即嘛是有可能的啊，啊，当然较可惜，尾仔才迄个等证去啊，啊，所以呢，咱来看像这个，咱拄仔讲台湾府城教会报呢，伊这份报纸内底包山包海，嘛是足侪物件的呢，不止干宗教呢，吼，譬如讲呢，咱来举一个例，吼，像讲。1886年，有一篇白话小说，好、哦、叫做《日本的怪书》。你看，迄当时咱都已经白话小说啊、哦。你看中国，因拢来讲鲁迅，因遐才开始咧白话小说，还是胡适，因遮人开始写咧白话文创作。咱1886年、1886年，咱都有白话小说的创作啊，《日本的怪书》。啊，这個《日本的怪书》是咧讲啥？在座唔知有人捌听过无？好、哦，咱来简单来讲一下吼，伊就讲吼。有一个人呢，去这个饭店吼，古早无饭店，不过叫客栈吼。有一个人去客栈休困过暝呢，啊，去到客栈的时候，就甲头家交代讲：“头家啊，我明仔载吼，啊，你甲 morning call 一下吼，啊，甲叫起床。”啊，这头家来讲好呢。啊，过当天早起的时阵呢，头家就要甲 morning call 啊。啊，咱知影，迄百外当前敢有电话？无啦，百外当前，若要 morning call， 就爱弄门啦。吼、哦，啊，所以过两天透早呢，迄头家就要甲迄个人客甲弄门啊，啊，伊就行到门口边的时阵呢，位窗啊边甲影迄边呢，这人怎遐奇怪？这人客伫困吼，迄当时寒天有加被咧，啊，被单内底头吐一个狐狸的尾溜出来，伊感觉真奇怪，这是人还是狐狸精啊？伊就惊哩咋，本来唔敢弄门，尾想、啊、好啦，缠缠啊，村办的人，我得弄门弄看卖咧。就哭哭弄门去边咧，啊弄门去边了呢，即人客看即个头家在遐皮皮出来，啊头家也无你是安怎哟，啊即头家头嘛唔敢讲，尾下就老实甲讲讲，啊我到要去卖时阵吼，看到呢，你有即个狐狸的尾溜啦，啊是来讲啦，你是人还是狐狸精？哦，啊即人客想讲啊，既然事机败露啊，即秘密既然被发现啊，我就老实甲你讲啦，我是山顶来的狐狸精，无唔对。哦，啊，即个着要紧的代志呢，要办理吼、哦，拜托个，你唔通共讲，啊，若要讲，家己记个讲就好。哦，就讲、是、呢，帮我保守秘密，啊，我会甲你报答，啊，要哪报答？就吼、哦，你若摕10元呢，去庙里添香香的香啊，遐个囥呢，过当天变20元，啊，你若囥20元，过当天互你变40元，加倍来行你啦。啊，即、这个头家想讲，哪有遮好个代志？不哩过呢，伊想讲啊，无咱嘛罔试看卖，反正也无白害啊啦，钱囥遐也袂胖见啊，所以想好啦，无来试看卖呢，所以就银10元呢，啊，真正去囥个甜香香遐个囥嘞，过当天去变偌济，过当天去真正变20，伊会讲啊，自即20过个囥嘞，过当天去变偌济，变40嘞，哦，伊想啊，即声爆死啊嘞。无吼，囥较济好啦，无你10、20、40、80、成万，所以就银1000元出来，甲囥伫遐。过当去变偌济？变无半仙啦！伊讲奇怪啊，太遐奇啊！照讲咱2000元，太变无半仙。伊讲啊无安尼啦，搁试一届，搁囥1000元落。过当天去，嘛是搁无去。啊，尾仔伊测一下，伊讲啊，伊拄着变仙啊啦！迄根本就诈骗集团啦，迄毋是啥物狐狸精啦，人是。放灯线咧钓大鱼尔，吼钓即尾大国迄、那个即尾古代尔咧吼，所以呢，伊迄个啥，伊就拄着变神来骗钱的啦。所以你也看，百话当中，咱的祖先得用白话小说甲咱提醒，叫咱唔通消贪。哦，结果你看即卖现代人，咱台湾人足济嘛是用变钱呢，10万、20万，甚至几千万的嘛用变呢。啊，变钱唔单紧，话阁用变身躯。啊，我用变选票，哦，逐项都变着，所以啊，咱就爱说去，你看百话当中，咱祖先就甲咱交代啊，结果咱台湾人讲讲个几百摆吼、哦，所以你看，这白话小说呢，规篇拢是用白话来书写，
你也看，咱台湾比中国搁较早呢，结果台湾的一挂在台湾的遐中国人，伊咧解说台湾文学，拢讲啊，台湾的新文学吼，拢是为中国来的啦，甚至古典文学嘛，拢为中国来的啦，无影无一只啦。其中有一部分的人，互中国影响着 ，OK， 这是会使。但是你讲全部台湾新闻拢是受中国影响的，无影啦。你也看，中国还搁伫遐自顾自也用文言文的时候，咱得用白话文伫办报纸呢，用白话文伫写作啊，政府拢伫遮呢，咱比因较先进呢。哦，所以你也看，唔啦安尼尔，咱个看，1915年，咱为欧洲。迄囡仔故事甲翻译做台语版的，台语版的灰姑娘，恁捌看过无？台语版的灰姑娘叫做啥？恁知无？吼、哦，伫遮叫做土炭，因为灰姑娘因家咧卖土炭啦，煤炭啦，啊、哦，所以叫做土炭啊。咱台语版的灰姑娘咧，啊，这当时1915年啦，类似这哦，欧洲的一寡囡仔故事，咱嘛翻译袂少呢。所以认真讲，咱台湾的新闻还是受到啥物人影响较大？受到欧洲、西欧国家的影响是较大的。是后来1919年了，有一部分汉俄阿新迄派的人，佮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影响。啊，所以认真讲是安尼呢。结果台湾的遮个研究台湾文学个呢，有诶是无认真啦，啊有诶是雕工的啦，雕工雕工讲吼，台湾人都无文学，拢是中国人创造的啦，其实无影啦。所以我就迄天黄春明来咧演讲，伊就是咧讲讲五四三，拢无事实啊，无影无食啊，乌白讲侮辱乌白讲骗术，会误导着遐现场的听众呢。所以我毋则甲伊夹白啊控制哦。过来，咱拄则讲迄是短篇的，长篇的嘛有呢，像这1926年郑克潘长篇的小说叫做《出西山》，还是讲蔡培火十项关键1925年。伊个文化论述个册，文化论述个论述个册，啊、哦，像这伊拢规本拢用白话字所写。啊，过来医学个册嘛有呢，你啊看，1917年，中国人搁咧自顾自也时，咱着用医学来咧写医学课本来呢。你看，医学课本个内外科看哪学，你看有先进啊，无先进，哦。啊，过来数学课本嘛有呢。1897年，你看1897年哦，中华民国还袂出世进前。孙文也未推翻大清帝国进程，咱就用白话文的数学课本来呢。你看咱有先进啊，无先进？哦，你看伊这记小的法度，伊教你要哪记小？哦，哦，啊这小目要哪用？哦，这是必选的数学，那百外张钱的数学课本呢？哦，以上咱是记一寡嘞，因为时间有限哈、哦。像这咱都在讲的遐，咱拢有选录伫这个。去年呢，咱文学馆委托我来编的这套这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哈，咱分做五本。各位若有趣味，网络去搜寻，啊，去这个网络的册店买着，博客啦，还是讲 PC 上拢有哈。啊，过来，咱拄则讲，迄拢是以前100年前的文学作品选录出来。啊，现代人阁有人伫用无？嘛有呢，像讲台文通信、台文网报，哈，啊，当然这两个报纸即卖阁。合并佮改名吼，叫做台湾迄、那个台文通信网报啦，哦合作会吼，啊这是战后改严以后国内上早的，会使讲是上早嘛，活上久的台语文的杂志啊，哦啊，佮来像这海洋台语文学，吼、哦，也是讲台文战线、首都时报，吼、哦，也是讲客台语文学客家等等，哦，这即卖拢佮有咧发行咧，啊，遮的人拢是安怎？拢开家己的钱的啦，大家拢唔是为着趁钱啦，即趁无钱种了钱的啦，了钱咧办这杂志啦。结果黄春明、陈鸿明因这人拢当作无看的啦。啊，唔啦安尼呢，无肯定人，无佩服人，便罢，伊搁咧讲侮辱、讲屁性，安敢对？哦，所以呢，为什么咱台湾人唔知家己的历史？因为咱过去无台湾。诶，即个母语教育啦，就是咱大陆青面古，甚至嘛唔知即个历史啦。你讲黄春明，讲伊今年差不多要到80岁啊呢，78岁啊呢。虽然年纪遐济，结果嘛，甲你讲台语无历史，啊是真啊无历史呢？啊是伊硬白白波来念到哦，无影无一只硬要甲你侮辱，硬要把你骗笑啊！
啊，你单方面读甲博士，做甲台湾历史的所长，竟然阁讲迄个话，讲台语母语无法度书写，无文学历史。啊，咱拄则讲的遐咧，敢讲迄当伪造一个呢？这拢是属性呢，啊、哦，啊，这就是咱台湾吼、哦，这个无家己过去呢，哦，因拢长期外来统治的关系呢，所以咱怎对家己历史、对家己语文呢，拢无了解。啊，记一个越南的学者陈仲金讲的话啦，吼、哦，伊讲咱过去呢，因为中国过去捌统治过越南，伊就讲吼。过去呢，不管大人囡仔呢，啥物人去读册呢，拢干来学中国历史啦，啊，拢无要学本国史啦。写诗、写赋、写文章呢，嘛是拢干来根据中国的古典啦，啊，甲家己的国家的代志，吼、哦，也是甲本国的历史当作迄无路用啦。各位，你看，以前的越南，甲咱即卖台湾拢足共款嘞，咱即卖台湾嘛是呢，到甲近嘛共款嘞，咱的学生。有了解偌济台湾历史，大多数拢毋知啦。莫讲一般的科的学生，干那阮成大台湾物理系学生，对台湾历史了解足有限的啦。哦，啊，所以你啊看，即拄好是咱台湾的写照哦。讲到这呢，咱就来，我来，因为时间有限，我来讲即个越南的部分吼、哦。我即摆，甲跳来后壁吼、哦，等一下，我来刷一下。奇怪，啊，伊这较慢吼，嘛个，即拄好我这个表呢，嘛当互各位看一下吼。讲咱即卖台湾的母语教育权呢是安怎互北上的？我有甲统计啦吼，一礼拜啦，为小学甲大学啦吼，平均一个学生一礼拜爱学偌济北京话？纯粹就语文课来讲哦，咱阁无算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哦。敢若语文课内底呢，为小学甲大学只平均册一礼拜差不多17至24节啊，北京话课啦。啊，英语上无一礼拜嘛，12至16节啊。啊，咱本土的台湾语文一礼拜几节？一节。敢若小学一节40分钟尔，过都无啊。你甲国中、甲高中、甲大学都拢无啊。哦，等于咱啊，甲册一个平均册差不多20比1啊。哦，差不多20，华语差不多20节啦。啊，本土语文，无论你台语啊、客语啊、原住民啊，差一节尔，差20比1。啊，这差了差偌济呢？即个敢若袂输讲吼，人华语北京话呢，一工照三顿拢食白饭，拢食到饱的。啊，半暝阁有宵夜通好食。哦，啊，但是呢，啊，咱的母语呢，一礼拜较食一顿暗暝啊啦，用安尼来比，你就知枵死啊，袂枵死啊。结果咱即卖就是安尼呢。哦，啊，咱要甲争取教育权，伊讲唔免啦，讲迄造成学生的负担啦。啊，你通变怪，北京话莫学就好啊，学家己族语嘛。啊，咱直接跳过，直接族语甲英语，安尼就好，何必在学你北京话？啊，有北京话你有兴趣，家己学就好啊咧。哦，是安尼强制咱着咱学北京话。哦，啊，所以这就是咱现处时呢，咱的这个台湾语文的教育权呢，从北上的一个情形哈。啊，尾啊10分钟呢，咱简单讲一下越南的这个。一个例啦吼，真重要的一部分吼。这个这嘛是甲越南，咱越越南呢过去呢，捌互中国统治过吼，啊嘛伫19世纪嘛有法国统治啊。啊，伫中国人统治的时候，伊在用汉字；啊，伫法国人统治的时候，伊在用法文啊。但是呢，伫1945年，因宣布独立了呢，因就恢复家己的母语，吼，因要甲家己母语恢复转来。啊，咱台湾人呢，啊，有恢复家己的母语无？到较近，嘛，敢若无，唔敢有强烈的诉求呢。所以咱来了解讲，咱越南是安怎哈？是安怎这个欺骗，还是啥物因果造成伊敢宣布恢复使用家己的母语？啊，啊，咱讲1945年呢，啊，这段历史呢，其实甲咱台湾嘛有关系哈。咱过去拢讲到这个，以前阮读的历史呢。中国国民党讲解，拢是讲啊，1945年的军部开了宣言，所以台湾就回归中国，用安尼讲骗。啊，其实敢是安尼，无影啦。这部分咱林秘书长嘛拢有讲真济，我就补充越南这部分吼，可能一般人较唔知啊。就是讲1945年蒋介石来台湾之外呢，伊个去对伊毛去越南呢。
也就是迄当时伊是军军麦加瑟呢，联军的统帅麦加瑟呢，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来台湾，啊，搁去越南北部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啦。所以迄当时蒋介石后来嘛派军队超二十万的军队去个北越接受这个日本军的投降吼。啊，伫这件代志，蒋介石也未去未进行日本军日本天皇也未正式投降进行呢。这个胡志明也就是越南的国父呢，其实伊都已经听到风声啦。伊知影迄当时日本天皇念念要投降啊，所以伊就真紧的伫准备伫越南进行这个游击战甲革命啊。所以咱即摆看即北图呢，这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了呢。胡志明因随伫越南各城市发动起义成功，短短两礼拜，因就占领着遮大小城市拢甲占起来。啊，咱即看这一点一点红啊，这就是因的迄当时起义成功的城市。啊，伫因这个胡志明咧发动起义迄两礼拜当中咧，因虽宣布越南成立临时政府，过来伊伫9月15日啊，虽阁宣布越南独立啊。啊，为啥伊要遐赶工、遐赶紧要宣布这个越南独立？因为伊惊吼蒋介石若失败了呢，会霸占越南唔走啦。哦，啊，咱即下看清这相片呢，这是我为越南遐得到的这个珍贵的资料。这是迄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呢，去到越南。哦，啊，这是伫海防的时阵，因伫遐集结的这个集越来的迄、那个相片吼。啊，这是呢军队要进入河内越南的首都河内的迄个兵啊吼。哦啊，这嘛是因遐兵啊，中国国民党的兵啊呢，伫遐迄个接外来的情形吼。啊，南部呢是由这个英国的军队来负责接收吼。啊，这是这个迄当时越南的游击队呢，因所做的这个通报器啦，这通报讲吼，这中国国民党的兵啊呢走甲对的这个通报器吼。啊，迄当时呢，就是讲这个胡志明真巧吼，伊就紧宣布越南。哦，成立临时政府了，佫随宣布越南独立哈。啊，当然后来即个麦加瑟呢嘛，真正有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去边，啊，代表联军去边越南接收哈。啊，迄当时蒋介石呢派二十万的军队去边佮越南，哦，啊，迄二十万的军队去边佮越南发生甚物代志？真恐怖的代志，几啊项啦吼。第一项，咱先来讲，蒋介石去边了呢，伊就要求胡志明讲吼。我这军队那边呢，要吃、要穿、要用的，拢爱你买单啦，拢爱你付啦，粮食啦、黄金啦，愈侪愈好啦。哦，啊，迄当时越南拄好战争结束，啊，过来，几啊当收成拢无好，无啥物件通好食。哦，啊，所以呢，北越遐本来就欠粮食啦，歹年冬呢，无啥物件通好食的时阵，啊，佮应付着蒋介石因遮的军队的食穿。啊，所以就伊胡志明只好收刮人民的粮食，交予即个蒋介石咧。啊，因为安尼呢，嘛枵死的人才偌济呢？根据越南迄边的学者的统计资料吼，讲超将近200万人，因为安尼呐枵死的。啊，这事实啊，这前几年有一个日本学者吼，伊嘛做一本册去调查详细的迄条，所以因死去的人数是咱的228的将近要100倍啦。咱二班啊，总死2万人，因200万，拄好100倍啦。哦，啊，伊只个军队迄边，哦，除了要食、要穿、要用，过来伊个纪律嘛足歹呢。哦，四界骗、四界抢、四界怪咧。哦，食物件唔付钱，坐车唔付钱，甲迄当时来甲台湾的遐中国兵啊，差不多拢同款啦。所以引起当地越南人足反感的啊。哦，啊，过来。蒋介石咧介入越南的内政，伊讲吼，你即个胡志明啊，你若只巧，吼，那随甲宣布越南独立，要成立真个越南的即个临时政府。讲安尼啦，既然吼，你着宣布即个成立政府啊，无安尼啦，恁政府啦，也是只国会啦，只社畜呢，让一半出来，要让啥？让吼蒋介石支持的遐亲中的越南人啊，哦。所以，迄当时呢，副主席可能是啥，一个叫黄海信的。黄海信是本身是越南人，不过会使讲是越干呐。伊去投靠蒋介石，啊，伊嘛参加黄埔军校的黄埔军校的，后来嘛娶一个中国某，
哦，啊，尾啊，当然流亡中国啦，去做中国人去啊。哦，啊，伊就讲，你啊让一寡释出来，互越南国民党的人，迄当时蒋介石伫越南嘛扶持越南国民党啊。哦，讲你啊敢让释出来，啊，当然即个欧志勇讲，好，啊，恁这蒋介石是来足可恶的呢。哦，啊，要食啊，要掠，人讲人掠厝拆，鸡仔只掠到无半只，啊，实在是非常可恶呢。哦，所以伊就想办法要甲蒋介石甲赶走。啊，要哪赶走？尾就想着一步了哈、哦，是想着倒一步呢？伊就想一步，因为迄当时呢，法国呢，本地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嘛。后来伫1940年代，哦，日本军嘛，去比甲越南，哦，要求法国甲因强。甲即个日本强敌越南嘛，所以法国足希望讲吼，啊战争结束啊咧，希望会当继续转来统治越南，所以伊就掠着即个弱点咧，伊就去私底下找法国讲，讲安尼啦，你法国咧，若会当帮助我甲蒋介石赶走伊吼，我着愿意加入你法国联邦，成做你法国的一部分。但是呢，我要有独立的财政吼，独立的一寡。管理就对吼，一寡即个财政啦，还是讲军队啦，等等吼。啊，你一定爱帮我甲蒋介石赶走。啊，即个法国呢，伊也想，嗯，这嘛袂歹哦，所以伊去找蒋介石谈条件。伊讲你蒋介石呢，理论上你伫越南完成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了，你就爱离开啊啦。你本来就是爱离开啊，啊，你怎啊呢？欢喜甘愿离开吼？我安尼啦，我予你较济好康的。过去呢，中国甲法国。所签订遐不平等条，拢好好诶，准愈煞。啊，蒋介石想讲，安尼嘛袂歹呢。吼、哦，啊，过去遐不平等条拢好好诶条。啊，过来，因为伊20万诶军队嘛，需要调转去中国，通去拍内战诶，拍国民党咧，不拍共产党咧。所以呢，伊想想嘛袂歹呢。所以为1946年6月，迄热天诶时阵，着撤军，为越南撤军。所以呢，咱即下看了即个相片呢，这是胡志明，伊甲法国诶代表呢。在1946年3月7日所签订的一个协定啦，啊，迄协定内容就是咱拄则讲的遐，伊利用这呢，哦，先甲主要敌人甲赶走。啊，当然伊的目的唔是真正讲希望法国继续当来统治越南嘛，伊是要用次要的敌人来拍主要的敌人，先甲蒋介石赶走。接下来呢，你法国军队若失败，因为你较远嘛。你为法国要调军队来较远咧，啊要支援嘛较困难咧，伊会当准备游击队通去拍法国啦。所以为1946年以后咧，蒋介石军的走了咧，伊就开始对抗法国。所以到1954年迄将近10冬的时间，就是越南游击队伫拍即个法国，对抗法国的即、這个时阵吼。所以这是真有名的、這個，即个蒋介石迄个越南啊，迄个胡志明赶走去的一件。代志啊，这呢不是我黑白体的哦，这伫越南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这本吼、哦、历史就是历史，因的高三的历史教科书内底拢有写着，啊，这是因的高中教科书哈，啊，伊讲着1945年到1946年的越南历史的时阵，伊才拢有写着，所以越南人伊呐只要有读到高三的时阵哦，因拢知影蒋介石啦，啊，蒋介石伫因越南人心目中拢是歹人，因为蒋介石呢。捌想要霸占越南，啊嘛捌甲因个国父胡志明关伫江西关一冬瓜啦，哦，啊所以呢，这因个历史教科书拢写，啊咱台湾人对家己历史无了解，就是因为教科书拢无讲嘛，所以咱就对家己历史无了解，哦，啊像这胡志明呢宣布越南独立的时阵，当然一开始无人承认啦，啊、哦，但是伊嘛是坚持，哦，啊。而且呢，伊宣布独立了6天，随着佫宣布爱恢复家己的母语，爱使用家己的母语。而且呢，汉字嘛袂瘾用啊！啊，过去中国统治的时候，伊爱学汉字，虽然用几啊用1000多冬，哦，将近2000冬，伊废除汉字拢无啊，全部改做罗马字。所以伊当时有推行一个即、這个大家来学罗马字，哦，平民学习的一个计划哦。所以你看，像这伫庄卡，伊嘛是想办法。第一爱教这个家己的母语，教这个罗马字吼。啊，像这个你看，因的游击队，游击队编号营穿插伫边啊，因嘛伫遐学家己的母语，要哪读，要哪写，吼，伊爱扫除母语的青面具啊。因为过去法国统治的时阵，嘛强迫爱学法国话咧，啊嘛看轻越南话咧，迄个情形都甲咱即摆拢共款啦。吼，迄当时
遐做官嘛是看轻外人话讲啊，这无水准的，哦，啊遐读册人嘛是拢看轻家己的武艺的，完全甲咱即摆情形共款。但是人迄当时的领导者有智慧、有远见，无放弃家己，对家己的文化语言有信心嘛。所以人是伫，都也未摕政权，人就咧做啊啦。包括欧志明也未成功进前，人就平时就咧教外人罗马字啊呢，家己平时就咧推动啊呢。哦，所以你看，因也未建国成功进前，都还搁咧拍游击队，穿插的边啊，有浪旁的时间，就要学家己的母语。俄罗马字哦，最后呢，啊，这是这个越南的一份报纸，叫《越南独立报》哈，哦，越南独立哈，哦，这是1945年6月25日的报纸。啊，这份报纸内底呢，哦，这一个网页真趣味哈，伊，哦，这是讲日本呢，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呢，伫侵略中国越南、缅甸哈，啊，剃光头这是中国人哈，啊，下面有台湾呐，啊，朝鲜呐，啊，哈，哦。啊，这个北岛呢，有一个心事所在是讲，哎，伫迄当时越南人眼中，伊认为台湾人甲中国人是啥？是两个无共个民族啊。所以你看，伊是分开写呢，分开话啦。哦，剃光头就是中国人，哦，啊，越南人，迄，那个台湾人是啥？台湾甲中国是无共个民族啊。哦，啊，可惜迄当时台湾呢，遐个所谓知识分子无把握着机会啦。哦，无把握着机会，迄当时若把握着机会时阵，我想中华民国伊即摆得爱伫对啊，金门甲马祖尔啦，伊就袂当掉咱台湾啊啦，啊，啊这是非常可惜，哦，啊这是拄好，即个有关越南的诶这段即个历史咧，啊拄好嘛有甲咱这有关系吼，得做一个补充吼，啊咱时间咧拄好啊到这吼，啊我都阁详细讲，无。啊啦，后摆有机会，也是讲各位若详细要知影遮物件，即伫我个网站拢会有啦，吼，我网站你啊 Google 者拍蒋伟文，啊，蒋伟文，吼，网站内底就拢有我遮个即个相关个论述，啊，好，啊，咱今仔日就先讲到遮，感谢大家，多谢，先问伊安一些，毋知各位敢有啥物问题无？嘿，敢有啥物问题？咱嘛是希望未来吼，咱民政会来规划即个家己母语的演习班啦，台语啦、客语，啊，佮咱原住民的族语，啊，咱会分无共时期啊来开。有人有问题无？较紧问。班吼，哎，吴院长，你有问题无？啊，来有无？大家有问题无？尽量哦，我来来，哎，来，大家请讲。用台湾话讲。对我来讲啦，吼，啊是有困难啦，因为台语我那是简单讲的样尔。是啊，如果说民政府呐执政了后，咁即刻就要把它改过来吗？啊，这咱有另外较进阶版的时阵会讨论，但是咱简单讲一下，我知影这咱大多数拢是受害者，包括我家己嘛是，吼，我也未大学也未用台语文件，我嘛是受害者，我嘛是刚刚讲了，甚至讲佫讲较离离啦。哦，当然咱有一个缓冲，一个过渡期啦。哦，咱袂讲哦，你随啊随那未来那成功了，就随一定爱随改。哦，一天内底爱随改，但是咱有一个规划嘛。总是咱有一天爱会用咱家己母语。哦，咱用十档、二十档，有一个规划，一个过渡期无要紧。但是咱袂当因为安尼就放弃啊。咱越南咱得坚持，咱韩国嘛是坚持呢。韩国过去。在日本时阵，嘛是学日本话啊。但是1945年以后的时阵呢，咱有机会，尤其1948年人独立了，咱嘛是要恢复家己的韩国话的。哦，你看人即卖造成韩国话伫世界上嘛足盛的啊。哦，所以我想咱台湾人爱把家己母语救转啊，总是咱会当有一个阶段性的，就是过渡期，比如讲十档还是二十档，啊，爱有安尼一个暗算啊。啊，啊，这详细咱未来若有进阶版，咱会搁来讨论吼。唔知佫有其他嘅问题无？系，系，哦，即欢迎啊！我伫城大嘛有开台语，啊嘛有开越南话，吼，然后趣味会当来咱城大旁听，即是拢无问题，哦，即拢非常欢迎，哦，啊，咱城大嘛有客语班哦，
麻烦主民，麻烦主民喂啊。所以你若查咱承担迄个课程表，咱有欢迎啦。那我可能欢迎大家有机会让来听，欢迎欢迎，是，嘿，欢迎捧听，嘿，啊，好，啊，唔知阁有其他问题无？啊，无，大家起立。经理，多谢，多谢。